然后出一件很恐怖的装备，绝对他妈吓死你们！绝对哦，绝对吓死你们的那种，绝对吓死！啊，先不透露谜底啊，同学们慢慢幻想哦，是要直冲好战者吗？不，我觉得是冰杖。没有，一定是蓝盾，一定是蓝盾。可以预测啊，同学们，在两边吵架啊！不要急啊，翠哥马上为你们揭晓答案。再等等我，再等等我，再等我赚个2000多块。没记错的话是2300块。啊，这手钱够了啊，不用再执着于拿人头。哦，有人打！快吃掉，快吃掉！赶快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！好吗？故意存2层被动，加上我的重击，然后中塔还掉，我操，怎么这么削？2500块啊，同学们，好爽哦！啊，就是这把武器，想要让你们看看它的威力在哪里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屌啊！啊！拉下，拉下，拉下，被双头砍的哥哥。biang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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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有没有看到特哥的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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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术 ？biang biang biang biang， 有没有一直 biang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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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啊，好强啊，特哥 ，triple kill， 有没有看到29头车 ？biang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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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有没有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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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， 一直爆啊！一直爆啊！谁守得住啊？一直爆啊！单吃小龙也不是问题啊！啊，怎么屌这个？有吗？刚刚凯能送完头还能逆转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就是我一个 TQ 蹦，就蹦蹦，阿巨侠再蹦蹦啊！那雷文直接往生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傻憨也被我各种蹦蹦蹦喷到闪现，太神啦、啊，这个蹦蹦、啊，好舒服哦。好舒服啊，这个伤害啊，好可惜哦，蓝水一买没机会用到就要卖掉了啊，亏啊亏啊，这波太亏了太亏了，卖个蓝水，亏到爆啊！这波已经无敌了，这场无解啊，各位没得玩啊，对面被特哥的碰碰碰，心这叫做心灵打击啊，心灵打击啊，哇，特哥怎么强干？特哥开始放修路，啊，崩溃啊！对面已经士气全消，已经等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已经在等输啦！砰砰砰砰！有没有这点完全？这个点完全，再来！切切！啊切！啊切切！切他们那一批！有没有特哥坦着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有没有？打伤害给 CC 再弹打，我操嘞！跟特哥一堆整输啊！撤撤撤撤撤 ！Powerful， 嗯，对于那些质疑我非爱的人，我感到非常的羞耻啊！你们怎么敢质疑我的非爱？尤其是前几天。当我第一次所下非爱的时候，我都对我打下一个问号：丁特干嘛？丁特你干嘛？问我干嘛？哎，那个人叫做 Betty 啊，叫 Betty， 还有一个叫什么下巴哥，下巴两个人都有相当的质疑，但是我用战机说明了一切，13-30，砰砰砰砰，各个哑口无言啊！特哥是对的，特哥是对的。